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人做不好一些事，比如如何包一个馄饨，比如如何温存一份到手的感情，这两者都来自于同一份的原罪，贪婪。我和老婆10年前来到上海，两个人每天只能吃一碗馄饨。当时我发誓我要赚很多的钱，我再也不要过那样的日子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赚钱了，我认识了一个姑娘，我觉得那才是我的爱情。所以你就不要你老婆？没有不要，她在家做一个家庭主妇挺好的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两个都想要。尝尝。还记得这味道吗？这味道有点熟悉。这是什么馄饨？这是上海的耳光馄饨，馄饨的味道依然没有变，可你的心却已经斗转星移。共吃一碗馄饨的情分都称不上爱情的话，那你以为你那些灯红酒绿的艳遇就抵得过10年的沧海桑田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太多的线包不成馄饨，太烂的心配不上爱情。